马上过年了，我们现在去采购一下年货，走吧。大家在外面一定要戴好口罩哦，然后把绿码拿出来。有没有栗子啊？栗子在这里。婷姐，小伙伴们想让婷姐帮忙买些年货。嗯，有啥？啥呀？这都是，这什么呀？熊孩子们为什么不自己过来买啊？他们说要在办公室上班，所以把小矮子都画下来给你。还画下来？就这画风，内容不说直接整我，不帮，走吧。这啥？这萝卜吗？这啥呀？啊，我这个比较好猜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对联。好了，感觉第一个任务完成了，苹果买到啦。买一个是太抠了一点，那你就画了一个呀。这好像车厘子。这应该有糖葫芦吧？你好，豆沙的糖葫芦。豆沙的。谢谢。别说我抠啊，就买一个。走，这灯笼，灯笼，这个还蛮好玩的。这个肯定是牛奶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搞定。谢谢。啊啊，不用那么客气。这个看像不像？这不买吗？啊，不买了，拿那个，拿。啊啊，好，好，好。我来推吧，婷姐。这逛超市也太开心了吧！瓜子区到了，那个盒装的，还有这个黑金的，还有那个哇，12.9的都不要。啊？来这个吧。5.9吗？啊，这个6.5的也可以来一个。不坑你的，这个我吃过的，好吃的。28的确定不难。那个，你吃盒子吗？那盒子大概值20块钱。这谁画的？在超市买金元宝。他可能想要一个足金的。足铁的我都不给他买。这啥呀？这个好像辣条还是什么糕。不能浪费的，放回去一个。哇，你看这个小鱿鱼停不下来的啦，一模一样。走吧。啊？什么不是？就这个了。这到底啥呀？这是萝卜呀，还是鱿鱼啊？这啥呀？我觉得是人参。人参？你相信我，肯定是。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哎，我觉得很像。人参。人参，婷姐，你相信我。走吧，我们去人参区吧。你吃人参会流鼻血的。这应该是大白兔吧，奶糖。不能说是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是毫不相关。到底谁画的？当当当当，满载而归。小伙伴们觉得我猜对了几个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记得30哦。先祝大家新春快乐，恭喜发财。走吧。哎，那个